这个是四色接力啊，我们一二三线都有人的。一线是二百岁。是。七线都有的，其实不过影不到那么阔啦。一线不是的，一线不是的，二三一是的，二三。原来他的下一来了，Kelvin 被我搞错了。是，一线不是，一线不是，因为下一来。二线是二百四十。二线二百四十。三線是二百八十，波哥的二百八十，係啦，波哥二波幾多？李明入最尾，係啦係啦，李明喺嗰邊，係李明最尾個派到我啦，你三線緊要自由式啊嘛佢，新宇哥，三線第一棒陳建源，但係呢一個。你查翻二百四嚇，背係邊個啦嚇？我查一查。係二線係二百四歲。阿莫遠章。阿莫遠章，莫遠章。哦好，莫遠章，第二線。二線係二百四十，莫遠章。係。哇，快過陳建源。你哋睇分段時間啊。三十八幾。你哋睇分段時間。係啊，三十八幾，三十九，差唔多。莫潤章三十九秒八二，陳教練三十九秒八九，跟住到蛙啦，蛙式係鄧光亮，同埋新年，咦？我哋同自己同自己鬥，自己同自己鬥喎，精彩啊！二百四同二百八鬥，新年好好用力啊！鄧光亮都唔錯，你話兩個澳門嘅頭馬啊！精彩精彩，波哥可以正常追翻嘅啦。我報時間。好。二線鄧光亮一分十九秒三二，大師兄一分十九秒四九。碟式係波哥同埋 Eric。精彩。波哥係二百八十 ，Eric 二百四十，真係精彩。精彩啊！哇，係啊。差唔多哇！自由就爭好遠啦，呢個彪哥同阿李就爭好遠啦。咁梗係啦，梗係啦。我報時間。二百八同二百加油啊！四十歲喎，大佬。爭四廿歲喎。波哥到係一分五廿四秒四七 ，Eric 係一分五廿六秒一五。哦，兩分五十，兩分五十，佢四廿幾秒。两分五十，破纪录啊！我都话你就五廿几啊！